而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到我们的公益旅行家主持人先生呢，跟我们来谈一下。其实我想在刚刚讲到说走了这么多国家以后，你会有很多很多的看到的一些东西，可能给你比较深刻的就是最先进的国家跟比较落后的国家，它可能用的方式是一样的，可是呢换了一个名字以后就不一样了。这其实有一点点像有一些国家的代工的挂了一个品牌之后好像突然身价高涨了，但是它可能用的原理方式是非常简单的。这边就提到刚才呼应这个我们协理说的在企业里面，如果一个企业它已经有计划做到2050年，它对环境零负担，那对于我们个人的消费者能做什么？那今天企业已经做得很多，但是我们个人却觉得因为跟生活相关性比较低，所以做得很少。尤其是在开发中国家，就像我们说，不是最落后的国家，也不是最先进的国家，像我们卡在中间，变成我们好像可做可不做，因为没有那个急迫性。因为今天就算我们不做，我们也不会饿死。可是在最贫穷的国家，他如果不做，他就没有办法生存。所以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是像所谓的沼气池，就是我们使用这个甲烷 methane gas 来作为这个一般日常用的燃料。那在印度也好，在斯里兰卡也好，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计划，就是他们收集当地的这个动物牛啊羊它的本身的粪便，然后放在沼气池，然后密封之后，它直接接 PVC 的管线到各家的厨房，让各家的厨房它本身可以就足够，只要你有这个村子有十头牛，那基本上这个200个人的村子就大家都有瓦斯可以用。那所以这个是跟生存有关的，它可以用非常便宜的价钱，非常高的效率，它可以做到。可是我们就会觉得在大都市里面我们没有这个需求。那在最进步的国家，比如说在德州的西部，在 Western Texas， 他们就用有一个 IHD 这样的一个公司，它专门就是用同样的概念，但是它用科技的方法做大型的沼气池。所以那个大型的沼气池就不是像我们在斯里兰卡或印度的乡下看到的，是一个6尺乘6尺乘6尺立方的一个小的一个土坑，它是一个4个足球场那么大的一个非常大的密封型的高科技的这个设备。那它供应的就是当地这个德州整个市区所需要的供暖，还有包括它的瓦斯，全部都可以供应整个市区的需要。所以在因为你有非常多的资源，所以在一个高度开发的国家，你可以用同样的这个概念做大型的设备。那在最贫穷的国家，你可以用 DIY 的方式来供应一个村落。但是在中间我们能做什么？那举一个例子，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要跟生活相关。所以在波士顿，那比如说波士顿的市区，你不可能在波士顿的市区挖沼气池，然后叫大家就去收集牛啊马的粪便，然后来做成瓦斯，因为在一个都市的这个环境底下没有这种需求。那波士顿作为一个中型的城市，它的大小跟台北差不多，200多万人，那它也没有办法做一个那么大型的4个大足球场那么大的场地，然后它也不是以畜牧来说，它也没有办法收集这么，它也没有畜牧业。那一般人的生活好像就距离很远，什么都不能做。那我觉得波士顿做了一个方法非常好，就是他在大家知道在美国有很多这种公园是专门可以遛狗的公园，就是所谓的 dog park， 就是你狗不可以随便带出去，因为你也不可以放出去让它跑，所以只有在封闭性的公园，那这些狗就可以专门在这个地方可以让它自由活动。他就在这种 dog park 的这边设计小型的这个封密闭式的这个箱子，那有专用的可以分解的纸袋，那可以让你装狗的粪便。你会觉得这个量不大，可是光是这个狗的粪便，它在这个密封底下，它所产生的能源就供应这个公园本身的照明之用。那所以它变成跟一般城市人的生活，它也能够利用同样的概念、同样的科技。那一般城市人遛狗，他也有办法利用沼气的概念，然后应用到这个科技的便利。所以我们其实很重要的是，以个人来说，你怎么跟你的日常生活产生关系？因为大部分人都不是生活在一个企业的这个环境底下，也不是生活在一个赤贫的
光着脚走路啊，然后没有水没有电的环境，那这在中间生活在这个中间的我们能够做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有一块很大很大的空缺，是我们可以慢慢去把它补起来的。其实我蛮好奇的，因为常常您去各种不同的国家，尤其大家会觉得说现在的这个旅行哦，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有所谓的我们看到市场上有所谓的奢华的旅行，也有那种背包客的一个旅行。像您自己本身的话，在日常生活当中，尤其在旅行当中，你觉得你会用哪一些方式可能可以实践到一些这个部分呢？那这又回到就是企业它会做到多少，那所以也有很多的低碳的旅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从28号就是今天开始一直到11月7号，那 CNEX 它有办一个明日家园的影展，那欢迎大家去看它，因为它这次的主题就是环境。那其中有一部呢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是一部芬兰的电影，那就是说一个芬兰的家庭就是丈夫妻子跟两个小孩，他们决定要过一年完全不用石油的生活，所以他们就把车子也卖了然后他们也决定石油的这个下游的产品包括塑胶也都不能用。那他们第一天就面临了很大的问题，就是说牙刷怎么办，不能刷牙，不能用牙膏，因为这些通通都是石化的产品。那所以后来他们就第一天就开始折中，就说家里本来就有的塑胶用品可以继续用，但是不可以再买新的，然后就开始决定要怎么自制这个牙膏就是要怎么用苏打粉，要什么，就开始在网上面然后去寻找要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们做一整年完全不需要用到石化的产品。那但是他们也面临到这个电力是从电力公司里面输出的，那我怎么会知道它里面的比例有多少是用石化的这个能源，有多少是用天然气那所以他就打电话给电力公司，然后他就说我们这个是比如说4:6的比例，那所以他就计算以后发现说，那我就相当于我一整年的电力我消耗多少公吨的这个石化产品，那我就用碳平衡用抵消的方式买 carbon credit 我可以主动付给这个芬兰的政府，那他帮我就说我所使用的这么多度电你都用太阳能来供应我，那所以我就买相同的这个度数的太阳能，那把它的这个耗石油的这个能源所抵消掉，就是 offset。 所以像这样的例子我们在影展里面可以看到，从别人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想那在生活里面还最贴近的还有些什么。那你刚刚提到旅行，我觉得企业也做了一些很有趣的尝试，比如说去年的时候日本的 ANA 航空公司他就做了一个实验，就为期3个月的时间，那专门就是飞从日本飞上海的这条航线，他在登机前10分钟他就会举着一个像我们这种 follow me 的这种牌子，然后在上面牌子就会呼吁大家赶快去上厕所，就说请你登机前先上厕所，因为减重每个人他就估计说每一个乘客的身体里面其实存有300到500克的尿液，所以如果这个飞机有200个人的话就有100公斤的这个尿液，你会到时候又带着上飞机，而且还会留在飞机上面，到时候还用飞机的这些化学的清洁剂来冲洗，所以不只是有重量的问题，同时还有环境的问题，所以他就会在上机之前鼓励大家赶快先去上厕所，上完厕所再上飞机。大家一开始会觉得这是一个很荒谬的做法，那所以他也只是想实验看看到底效果是什么，大概3个月的时间。那我觉得这是代表在生活当中的确消费者跟企业之间可以共同来做很多有趣的实验，然后看看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因为如果你在登机前做了这件事，以后我相信你这辈子每一次坐飞机都会想到这一件事，然后会觉得那我先去上个厕所好了。那他3个月结果还没出来吗？他3个月过去以后就停办了这样我想这个感觉就很像说爸爸妈妈总是觉得说小孩子在睡觉之前要先去上个厕所才不会尿床的感觉一样，其实就是用一些小的方式提醒大家。那当然了，现在刚刚讲到说你讲到 ANA 我就想到有很多的所谓的廉价航空他也是希望大家呢在上面你要吃什么用什么你才付费，那
大家不吃不用的话，基本上他就不用载那么多东西了。那当然，我想在这个企业的部分，也是因为在世界各国，如果是国际性的企业组织的话，在世界各国可能有分公司，那各地都有工厂，在让它碳足迹的状况减少之下的话，我想大家觉得说以前觉得爱用国货，哎，现在听起来还蛮有用的，就是在本地生产的地方，大家这个碳足迹比较少的状况之下，就不用花很多的长期运输的。那前一阵子我也知道有很多的团体在呼吁说，我们要多吃台湾的水果哦，不要吃什么哪里哪里哪里啊，从哪里飞过来千里迢迢过来的。那我想这些东西呢，也都是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所体认，然后而且现代人呢生活得非常富裕，你不用觉得说我一定要吃到哪里的东西才算是好的或高级的。现代人哦，这个大家都知道，可能以前是增胖哦，可能要花很多钱，现在是减重要花很多钱啊。